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强。昨天是湖人球员塔伦·霍顿·塔克的20岁生日，湖人官方和詹姆斯都发文为这名小将送去祝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詹姆斯还特意提及了离我们可以在一起喝酒更近一年了。湖人记者 Harrison Fajan 昨日也转发了祝塔克生日快乐的推文，同时发文表示，如果湖人再次夺冠，塔克将连续第二年在夺冠庆祝中无法摆脱的只能喝橙汁。美国在1984年颁布的最低饮酒年龄法案中规定，任何未满21周岁的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饮酒，已经年满21周岁的人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向未满21周岁的人提供酒精饮料。塔克是夺得 NBA 总冠军最年轻的美国球员，历史上最年轻的 NBA 总冠军是达科·米利西奇，18岁361天。不过如果真的湖人能够在下赛季卫冕成功，届时塔克仍未满21周岁，的确只能与橙汁再次相伴了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